鞋开不了，等我一下，先拿电脑来放音乐。晚上吃啊，吃了吃了。晚安。蛮爽的、啊，我电风扇给他吹。最近很难带他出门。嗯，他们原本就没得出门。我要没地方放电脑了。我刚要拍到他，我刚刚又拍到他说梦话的影片，好笑。看起来有够笨的，主播准备睡觉，睡整天了，叫得醒啊！大家手抽筋，手抽筋，为什么弹一下就抽筋？他就是他很。喜欢挡风，所以我才会说他上辈子是不是挡风玻璃。他睡整天，不是我睡整天，我九点多就起床。等一下。好多线呢、哦，这个好啊，我晚点再发。谢饭团，小小子一直挡，对啊，挡到我都不用吹了，烦死。奴才不是原本就帮忙挡风。什么意思？嗨，我就跟我一样，喜欢对电风扇讲话。不是小时候的事情了。嗯。我要。电脑更新要登录账号，我没有账号。高三同学明天不用上课，我高一。但是，因为我家这边的这一个区块的疫情比较严重。所以，你想要？所以我们学校可以是准请假的。平板电脑不是，是电脑，笔记型电脑。有可能停课，我们学校没有停课。嗨，人好，你那边还好吗？大一同学也不用上课，姐姐，我姐姐也是大一，她也不用上课。谢谢夏夏带你去流浪，谢谢游戏 hero。我今天
睫毛很长，你看得到吗？快点，我要用电脑。一副是失落呀，什么意思？最安全的不要出门就不要出门。对啊，台北跟新北都很严重啊，所以我会说这个区块很严重，就是我新北就很严重啊，才线上上课。对啊，大学现在都几乎都这样。陈哥，谢谢饭团的乐福。你昨天抢吗？什么？等下是不是会把总裁吵醒？总裁 ，OK， 就要出门上。等一下，嗯，我要请假，我要请假，我真的太害怕了，所以我就说我要请假。哦，好了啦，好久呢。叮咚，大家要听什么？Maybe I'm right here. 你只是飘过。你是什么小鬼鬼？你要小心啊！你们也要小心啊！你们要出去工作的呢。你们是校园车，健康重要，真的。晚上好，晚上好。明天停课，我是请假，不是停课。我叫的，总裁醒了吗？他已经习惯疫情比较变动就好，对啊。算了，你们要听什么 ？Baby, I'm right here。今天不知道做什么，什么动物都出现了。这助理学鸡叫。OK， 我昨天 OK， 我不知道鸡怎么叫哎、欸。咕咕咕，咕咕咕。那等下北宋跑走。吵他会生气吗？他不会生气，他直接走掉。哦，原来要这。哦，我以为是我听。这可以扔衣服。他们两个不太怕剪指甲，他们很喜欢洗澡，很喜欢吹风机，很喜欢咬吸尘器，吹吸尘器，很喜欢睡觉，很喜欢挡风。嗯，脾气很好。对啊，因为从小就教育他们，就是。刚好是我在唱这首歌，哎，
喜欢跑步吗？他喜欢皮蛋。鲁鲁。Baby, I'm right here. I'm your first and only. Baby, I'm right here. 对，他很喜欢皮，喜欢突然跑，然后去咬一下 Coco， 然后再跑回来。你们来选今天要跳什么？求真丑王子，可可就不爱洗，他很喜欢吹风哎、欸，尤其是吹这边啊！谢谢你，问题是很喜欢吹脖子这边的毛，可能是刚好这样到脖子。好，我来王子。I'm right here.什么哈欠？要洗的衣服吗？好，就这两首，这两首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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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哎，刚刚好是这一首哎。只是我那边有吹风机，哎，不是吹风机，电风扇。想你的夜。哦、我不是故意的。多希望你能在我身边。等一下。
包包不用移啦。跟着床上的踩来着，喵喵，谢谢，人啊，谢谢饭团，泡咖啡去。现在晚上哎，谢杨晓，现在晚上你要喝咖啡？裤裙，对，它是裤子跟外面一件裙子。它是这里面的裤子，然后这是裙子扣上去的。被谁发现没关系，很快就变高速公路了，好啊。我转到一半呢。Thank you.
把这个截掉吗？这不行啊，这个缝起来。不行，制服的抵抗，我再重跳一次。我这跳好丑，我自己。噔噔噔噔噔，不行，我要开个冷气。啊！谢谢饭团，我在抽滴滴滴都没反应。他们从小被教育说不可以凶人，所以有时候我很白目的时候，他就会生气。谢谢吉米做花啊！噔噔噔噔 ！You 刚刚没有开，刚刚只开了那个电风扇。马斯卡，我是小西。我觉得制服跳得太丑，好热。哦，原来前面是 free 的。没事，我来了。小餐卡车。
跳的很失败呢。OK， 这次不要给我剪上去了，太丑了。放弃了，放弃了，我真的放弃了。耶、yeah, ！谢谢 C S H。什么罚500？小姐，小姐心。谢谢饭团，被卡住了。哎哟，好一点吗？有点像，什么意思？嗨，明君。亲爱的王子殿下，超计较这茬了。好，这一分钟，明天我一起
对，这是为了明。没关系，勾勾都是浮云。就是喜欢浮云之类的东西，好。想展出光晕，天空变化的甘甜，三分钟爱你的气温我要不穿皮大衣越来越浓，然后心温也不禁的感动，语言都失去作用，分钟来明天亲吻我，甜蜜传递到你，是这样的吗？
在我的棉被上撸来撸去，我揍你哦！好想你。啊，我刚刚问你说你那边还好吗？你还不回我，你要惹我生气。直到黎明，我的夜格外清晰，不需要目的，不必找话题，就这样一起默默待着就可以，静静的靠在心底，啊啊，这沙发椅，一直叫，没有了，他不会流口水，他只会流鼻涕，然后擦在我身上，我身上。你怎么分辨弟弟还是 Coco 的人？不错啊，应该只有弟弟会来我房间吧？你要去哪里？好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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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安静安静，乖乖。肩带关不住，滑落的露出，毫无防备，雪白的肌肤，这可怕的制服。已被他轻轻碰触，爱某人很刺入。闭着眼，我知道你们想看他，所以我要一直拍着他。我不由自主，看麻痹的毒，随血一流偏了深处，房间里的景物。弟弟是男的，他是男的，十一公斤、十公斤有差别，一个比较短，一个比较长。一杯的酒，房间里的景物，扭曲的恍恍惚惚，宛如快崩塌反复。你粗鲁捧着脖子压迫我的承认平白布。你装酷到底有什么企图？也刚刚揭幕，女孩最后一步舞去的好幸福，没他们说的那么刻骨。一样都胖，你可以直接打胖，我没有意见的。好困，我怎么这样？晚上，晚上剪的。精华我很喜欢，还有上次那个剑颂的影片，我觉得很好笑。我都在偷偷看晚熊的影片，啊哈！然后上次我在那个上一次的哟，好好讲话，林佳妮。上一次的公演，我在那边算 C 十在哪里，然后就看到了莎拉姐姐，我就觉得超开心的，因为姐姐好可爱。真的很可爱，为什么可以那么可爱？要不来加入我们一员？等你，快点，等你。一如往昔，少来我这里，流浪闲言闲语，我要听什么？大家快给我想法。不然我就要随便乱点，我真的不知道会点到谁，我真的想要一个提议。 Oh my god， 我不小心把画面放大。阿雄鳞片超赞的。Leaf Flag 是不是？等你咯，等你有个欧洲。吃饭吃，现在还可以公开拉成员了？没有啦，真的很强，我开二而已，顺死、欸。你也可以去报名吗？你要？戴假发来吗？二十岁吧，我被你点天打脸。嗨，
Oh, she's sweet, but a psycho. Oh, she's a psycho. 被认出来超惊艳，你长那么可爱，怎么可能认不出来？嗨，蛤蟆，去侧牌一次，侧牌真的很近哎，只要是侧牌，不要太前，不要太前面，也不要太离场席，在那个侧牌，假设这是侧牌，这是开头，这是结尾，你应该要在这个地方会比较好。我今天早上起来连低头的表情，对啊，所以我低头也不会干嘛叫我等会干嘛，所以我低头的时候也会笑着。侧盘香，对啊，问那小孩是我，为什么？你再重开一次看看，侧盘可以直接跟陈宇讲话，对啊，我没有封锁人啊。靠前也可以看正脸，正行，正行正行。谢谢阿 P 啦！飞过来。哪一个 MC？ 我没有封锁人啊，反正哎呦呀，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发现我的手上这边有一个血字，就是流血的血字，然后我想说，我的手这边，我这边，然后我就不以为意，然后随便。反正脚上我，因为我最近一直被叮，然后我就看我脚，然后我脚也没有流血什么的。听懂前那个？哦，对啊。Kiss 啾啾，不知道哎。逗我，不要不开心了，好不好？空眼空档跟你们聊天好吗？还好，正行。哈？是正行还是正行？哦哦，黑白切。写字。你装酷。然后反正就是，我就早上起来了，反正就是这样子，就随便了。然后后来我在吃早餐的时候，我就戴着耳机，然后在看影片，边吃早餐，然后我会下意识去摸我的耳棒还在不在，然后就去摸，我就第一个就摸这边，然后我就想说，等一下，我的耳棒怎么不见了？然后一直摸，是不是掉了卡到后面去？也没有，然后我就很紧张，然后也不是很紧张，我就想到说，一定是我的耳朵的血这样子，然后我就去。抓了一下后面，然后发现后面全部都是干掉的那个血块，这样就被紫萱挡到了。哦哦，然后我今天回去，赶快回到我房间去翻我的耳棒，然后就看床上还有没有在床上这样子。结果发现我好像就是他，因为他是透明的，所以也看不太到底在哪里。我想说算了，那我就直接拿新的耳棒。发现我的耳棒全部都被我同学拿光了。耳洞流血，耳洞这边后面，我后面超会流血。然后后来我想说，哦，怎么办啊？我应该要找时间再去买耳棒这样子。可是最近疫情很严重，我又不敢出去。
然后后来想说，反正那就今天来整理房间吧，因为原本姐姐原本说要来这边住，结果后来我整理完之后，她才说她没有来住这样子。我就整理床上的时候，这样就是因为头很多头发，然后我就在那边抓抓抓抓抓，然后就发现有一根东西透明的，我那时候以为是我羽绒被的梗。羽绒被里面羽毛的梗，结果再近看一点，发现是耳包，就赶紧拿起来，还好还在，对，固定的那个。我只有两个，就是一边一个耳洞，差水饺。对啊，不然呢？没感觉，没感觉。很少血迹吗？没有。超好笑的。他走了。然后我今天在吃番茄的时候 ，Coco 就跑来我旁边，然后我就说你是不是想要吃这样子？现在所以掉下来，可能是我不然去撸到吧，不然平常是不会掉的。不要带着，要带着。你走的音乐，对啊。然后其他就是我刚才吃番茄的时候，我就说 Coco 你是不是也想要吃？然后我就要咬一小块给他，我就这样咬下去，然后汁就这个喷出来，然后我就哇，然后我就弄到我的睡衣，我睡衣是白色的，我都有那个睡衣，等一下拿去洗，洗澡的时候拿去洗。他在吃番茄，对，北极熊吃土模式，你要吃泥巴吗？泥巴也不错吃。要洗的衣服吗？把它洗掉。还好啊，睡衣不会穿出去。这个睡衣不会穿出去，就是很长很长的那种。我就看他可以睡多久。在那边喷水现场。唱这首真的超好听。是都在家的，泥巴比土咸一点，你吃过吗？谢莎莎。谁能说？你看我怎么查都不会写。
sea, under the sea， 只要有人骑，你就不行。这是齐柏林镜头下的台湾之光。Under the sea, under the sea。人气主播，那这样子做手机壳会被 ban 掉吗？我原来刚没开冷气，弟弟也没醒。他可能如果刚刚没开的话，他就会跑出去吹冷气了。想要安昨天什么话？哦，我忘记跳过广告。Do you want to build a snowman？ 我不要再听这歌，我要换别首歌。听好点的，我们来听中文的。大家快点给我一首歌，快一点给我歌。Do you want to be a snowman? OK, bye. 哦，有红包。这样我哭了。小美人 Under the sea， 可是会破音那句。就算了吧，不要在意，不要在意他。Under the sea, under the sea， 我只要你，是我唯一。你傻眼，重开还有红包？有啊，还是会有。他已经傻眼好几次了。哎，我才刚整理完床上，你又给我甩毛在床上。主播的一天就是这么的简单明了。志凯，为什么一直说志凯？这超历史发现，啊，要开车，微风徐徐，你要老人家、哦、一个人沉浸周末午后的静谧，没有我心悄悄靠近，而在你周围上叹气，念着喜欢的你，有无法经受的酸甜，独家巧克力糖，那是妈妈传授的配方，帮我跳出暗恋的框，在白色情人节才缘分还安排什么期待，连礼物都给不来，多么胆小就算我活该，在白色情人节才要怎么办，你懂不懂，明明全部跟你有关，太奇怪啊，
你收到我无声的呼唤，用心点感应那个伴。他没打算起床。阿伦大哟，所以智凯到底是谁？这期待爱是你。还是要走不就？谢谢阿米拉。拍摄者跟加害者同人怎么叫？一代发发发，阿伦明白了。也忽然之间学会了爱，到底是谁？数学三几分？算高还是算低？新鲜空气 ，YouTube Music Premium 支援背景播放，让你聆听音乐也可以关闭荧幕。来不及关掉了，我来听一下，等一下要听什么？这一天过得怎么样？什么事特别难忘？走在回家的路上，你没有想法。天总都会失望，童话永远不会。到底是谁啊？朋友们烦恼牵挂，为自己放心不下，犹豫的目光，把情绪压抑埋藏，一起出楼说错了话。其实你想到故意一边假装坚强，侧耳聆听风刷了街的消息。如果能加倍珍惜，一定可以感受到幸福温暖的涟漪。大夕阳悄悄地沉默完下一片金黄，听遥望飞鱼们慢慢拉长，景色唯美的不像。哦呦喂啊，今天已经有对唱，也记得第一次送到手机的是单从梦变成日常，你不妨给镜子里的他打打太阳，打打鼓掌，嘿。左转。所以他是
天盖人正好装傻人气关系太繁杂，孤单的恐慌更难以吵架，就彼此肩膀怎么？进攻师傅加持的场。啊！好吧，卡了。开水。嗯。哼、啊，干嘛？会有干。我个人哼，我个人哼。没有啦，我宗教问题。Yeah. 所以到底是谁啊？ Of which fairy tales are made. A prince and princess. 所以到底是谁？不是，它是水，它是水，是我宗教问题不能喝。有，啊，问你要不要吃芒果青？不要。叫弟弟，弟弟啊！我再次分，对，类似类似。出来是薛定谔，什么意思？数学烂，历史烂，我最爱呢。我就是在呛他的意思。哦、oh, ，对，我今天听到的新闻说，大家不是都去补货吗？就是防疫的关系，大家都去补货，结果三色豆还满满的，这超好笑。是我的真爱，也是我的真爱。
双小炮是什么？双响炮是什么？我知道啊，那个什么子红老师说他还不错，理智还有，所以到底是谁？他到底是谁？哦，什么泡面啊？我找不到原因，为什么失眠的声音变得好熟悉？我也只有看过哎、欸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寂寞让人越来越沉溺。谁和我一样？等不到他的谁，爱上你我总才学会寂寞的滋味，一个人心碎，一个人下泪，一个人好累，难吃的很难下肚。的文想要吃吃看呢、欸。没有父母父母亲那些差别，结局还能多明显？别说你还能有，别说你想改变。被爱的人不用道歉。我真的没有吃过哎、欸，我都吃肉燥的。肉燥跟海鲜，快点啦！四凯到底是谁？你房间有两包，我想吃吃看、欸。我不喜欢肉骨茶。我觉得有一种味道。爱上你，我总才学会寂寞的滋味。数学烂，妈咪安安，历史烂，安安，还有谁啊？雨有多大，天有多黑，才能够10月9号。10月9号。是不是没有？他自己说他数学不好。子萱什么都蛮强，他都蛮说他自己很烂。哎，红包已经抢光，这球没人快。所以志凯到底是谁？哈哈，是我啦，好不？他有在直播上讲啊。嘿，啾！太大声了，干嘛？你要跟弟弟喝是不是？好，我跟
上礼拜一样，因为原本 有事情的关系。喝水，揍你哦！点口，对不起。今天应该这个那么晚就公布了吧？反正就是因为原本是排练的问题，排练的时间问题，所以没有办法直播。可是发现现在变成这样子，我很想要把下礼拜的时间调整回来。哎、欸，弟弟呀、啊，很想要把下礼拜时间调回来，不然下礼拜也是一样，会变成星期六跟星期日都2.5个小时，是吗？下礼拜，下礼拜。可以改一下，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对，现在排练都取消了。Baby 啊，喝一口好不好？白目，没有，现在都没有练习。对啊，我这两天都2.5啊，你们有没有发现吗？昨天啊，昨天2.5超过了，我跨日哎、欸。快点啦，你喝水，不然这边没有办法灌你水啊，这样我床上会湿掉，会揍你啊。想见你，只想见你，为了过去，我只想见你。穿越了千个万个时间线里，人海里相依，用尽了逻辑心机，推理爱情最难解的谜，会不会你也和我一样，在等待一句？夏天也很开心。明天七七晚上播，真的假的？好，我来灌他水了。我去拿个针筒。很久之前吃药的那种管子，啊，已经流出来了。天哪，是我的手，我的手卡在你嘴巴上了。乖宝贝，乖宝贝，再一下下。
快点，你乖乖。口喝水真是一个打仗。然后拿这个，然后这样子，你前辈喝水。瘦下班没排直播，对。对不起，我骗了你。对不起，我骗了你。这一罐喝完还有一点点。亲爱的，拜托你喝完它。我不管你的世人谁都无法替代。啊，不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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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好不好不好！不好不好不好好了，好了，这边，这边好不好？就这边。睡觉睡觉睡觉。睡觉不喝，都不要喝，渴死。他们就是不爱喝水。不喝哈，不喝不喝。就不惯了，惯了你要生我气，然后生气之后你就不会理我了。带你品味乡村音乐的专属向导，订阅 YouTube Music Premium 免费试用一个月。小薇你好傻啊！你要扮搅拌男的？哦对耶，可惜了，被吓死吧？你干嘛？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该扮男装哎。你家人爱喝水，好好哦。你这种方式存在，是因为那些旁白，那些
头发太长了，没有算好。我没有帽子哎。不行啊，我头发好乱啊。跑走了啦。跑不走，他被我卡住了。哎、欸，不要！停电吓到吗？还好。不过那时候我们是在外面练习，然后有戴口罩，有戴口罩，大家不要担心。然后那时候就会突然关灯，然后又打开了。限动狗狗好可爱，它是 Coco， 限动的是 Coco， 然后现在在我旁边的是弟弟，弟弟，那不是门口啦，那是我的书包。Baby， 弟弟 Coco 怎么分？一个比较大只，一个比较小只，然后脸长得也不太一样。弟弟长得比较，弟弟的脸比较长，然后看起来比较成熟一点，然后 Coco 看起来比较像花栗鼠。赛车手，真的假的？那些旁白，那些自白，那些伤害，多想离开，笑容展开。Coco 比较白，没有，是弟弟比较多白色的部分。Coco 和弟弟谁比较乖 ？Coco， 笑一下，坏。花栗鼠脸，真的，他就是花栗鼠脸这样，凉快在这边。弟弟的眼神比较锐利，对，然后 Coco 看起来 ，Coco 和弟弟看起来都蛮衰的。哪里啊？那妮妮跟弟弟有什么？助理主播，妮妮跟弟弟谁比较白？我比较白。干嘛不信？是不是？来，宝贝 ，baby 抱抱。干嘛啦？听到抱抱就不要。哦对，不要跑，好，你去那边我抓你。不要生气了，太生气。他真的罢工。好棒啊，弟弟好棒，好乖啊。敢不敢承认我爱？
快把我的扣子弄开。我是他姐姐，买一下为什么不行？好酸啊！不又生气吗？你也就相信了，这样好吗？好吗？你敢不敢？现实那双眼，应该刚好被卡在那边。助理金哲的工作，抱都不会挣扎，没有不一定，单腿抱过我还唱歌，所以志凯到底是谁？十月九号生日不就作家？还是我记错？周家安啊，我就说是周家安啊，睫毛真的好翘。理由不要呢？是浪费时间，徘徊到繁华世界，才发现你背影平凡。窗外天街还是没告别，走了太久反而错了完美无缺，幸福兜了一个圈。
底为什么？你知道志凯跟我，他这个名字跟我一个同之前一个同学的名字一模一样吗？我就说他还是会生气啊！你是以前的名字，坏耶！你出去啊！你出去啊！你出去啊！看你怎么走。但拖了会咬你。准备搬到新公寓 ，YouTube Music Premium 给你提振精神的音乐，听歌。哦，啊！牛蛙嘿哈！出不去，我跟你信。他现在出不去了，他现在躺在门口。谢谢追踪 Sam， 敢吃的酱素什么意思？
那个喝了超多水。不是这样子吗？这个这一杯我大概我装到这边，然后大概喝了五杯有了。还行还行，我昨天有看到 Airplane。 谁唱的？我知道啊。妈妈的吧，谢谢。好的，好，好，哎呀。今天见面四次，补完上礼拜的了。我已经打开了，我打开了。
加红。写错词。没有啦，我只是在练字，所以我看到谁就写谁。你要去补货，拜拜。没有啦，前面。哦、oh, ，对，我写了他本名。生鲜杂货就降点，三十分钟随。我要写错字。没有，我刚写成幕布就变全了。有戏了吗？可以啊，等一下。好，哎呦，没有很会写，怎么办？好丑、哦！现在我重写一个好了。还是好丑、啊、那么认真很无聊啊。是他们刚刚说要叫我写的，等一下、啊、连直播都是名字。有被人发现我姓九宝了吗？什么意思？不是死亡笔记本啊。
什么时候笔记本？对啊，丽丽他妈笔很好用。三十秒钟就是才没有阿龟吗？可以啊。等下那有点丑哎，我重写。好了，还是很丑。无呱呱。给进去吗？才没有嘞！姐很幸福。你要不要死？没有，这是因为我看到你们。练习写的，我刚前面有写啊，字写的很丑哎。可以画一只牛吗？我不会画画哎。我可以不要画牛吗？你要消失了，才没有。是说怎么那么多人啊？我算一下，这片总共多少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。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12 13 14 15 16 17 18 1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好多人哦。碎纸机销毁。没有在算，到底有多少人在有来看？这边继续吗？实名制没有，以后买来方便记录吗？没有啦，这张纸等一下就会丢掉了。红豆小乐怎么行？就这张，我这张，而且那个别说，谢谢 CH。你非是我吗？你又
尽头，不管消失在生命的尽头，一直到头，不管多久，把希望紧握，不肯罢休。记得走啊，就走，爱承诺，别离手，绝不轻言退缩。往事又弹动，都穷的想都会弹空中，即使伤口千疮百孔，某一天难魂魄会化身不死鸟复活。直接提出没有了。F 有个好奇，这是一个 F。刚是谁？反正精彩了，好难写哦，日文。不会啦，哎呦喂啊，我不会记那么清楚。不要十点没有了，要打到手机。等一下哦，
这样吗？是要写吗？有点忘记了。今天才要播，没关系啊。跨日，第一个字错，哎、欸，少一横。烧掉不要留，为什么啦？大家怕我点名是不是 ？YouTube Music Premium 让你延续好心情，听歌零广告，关闭荧幕也能继续听，还能下载音乐随时随地收听。不是我画的啦。干嘛要我写泰文是不是？烧之前话不是这样。阿伯，你只要给我看字长怎样，我就可以写。夜晚，如果是你在我的心上，请你别停止悲伤，期待眼泪冲淡你的伤，我永远在你身旁。始终力量，微笑开始飞翔，旅馆奇迹让生命触动世界的勇敢。那些过往，原始愿望，陪你坚强。写的像恩呢。你的微笑像太阳一样晴朗，回忆中子还依旧芬芳。只愿只和你。来看看泰文怎么写。也太难。你的真心让真爱滋长，守护着我的梦想。日文也能写，可以啊。
什么？谢谢帅哥旅馆。啊，是那个。对啊，是山水画。你们对我的杯子很感兴趣呢。超难的，这个再画画吧。好，再最后写一个东西。我很常把0.38的笔写到没水，都不是断水，都是没水。谢谢珊珊。这可以用讲的。好啦，念吧念吧，我来手写好了。今天有几啊？14 4 5 6 7 8 9 10 11 12 13。啊，我的三小丑14。我很喜欢拿蓝笔写字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莫名的觉得很顺。我之前把黑笔，我已经写光黑笔四支了吧。
这样拼吗？双脚红肿又脱皮，实在受不了，想和香港脚说拜拜，快用咖啡速停。是坚强的小孩，成功或失败，信心从不曾停摆，因为拥有爱。也许人生注定经历失败，我会努力振作起来，古董的节拍，阳光会永远存在，忧郁排除在外。不对，我选的本场了啦。阿妞要澎湃，站起来，站起来，站起来，哦，笑死！我要重写了。刚写完 Happy Love， 然后我把 Happy Love 擦掉。好笑，我要播到隔夜了啦！我要隔夜了。我要在隔夜之前快写完，其实也没差啦。滑太快。有来送东西，我怎么没有看到？
你知道为什么我还不想睡吗？因为我刚睡到七点。准备搬到新公寓 ，YouTube Music Premium 给你提振精神的音乐，听歌零广告。秃头啊！我快要写到下一页了。我写下一页。这是一到二十，在二一开始。写字真好玩哎。怎么那么多人啊？今天怎么那么多人啊？今天有几个啊？49，跟我看很像。我直接隔夜，太，我第一次隔夜，还蛮开心的。快写完，快写完。锁字可能很丑，有点开始乱标了。超光战士山崎里奥，字好多。一直在你身旁，已经无眠。我想要36了，大家等我。这样这个笔写真的都很，这手不会很酸哎。40了，40，好多我之前都没有看到的人，酷哦。
笑的绽放。四七四八四九。不能实现放弃，已是最难的决定。我想在这土地里埋一颗种子，只想。周安安，我先给你们看，先给你们看，今天是。谢谢追踪，在分享上面。老乱绑，我就会生气。东毛现在来追我，好多，对啊。八分之一天 ，OK。好，周佳恩，周佳恩还不睡觉，还不睡觉，赶快吃你的饭，去吃你的拉面。好，我给周佳恩一个特别榜啊！我戳到自己。
过日子才好意思。晚安，晚安，大家晚安。十、九、八。不是欸，安安。好自在。零。